委员。谢谢，我想感谢我们最棒的广播人哈，吴太太，真的每一次就是只要是有这么棒的一个。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开心什么呢？明天就是我们的国庆了。为什么国庆这么开心？除了是国家的生日以外，晚上在台南还有国庆烟火的展演。那今年总共比去年增加了将近10000发，总共是27354发。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好朋友们从南到北纷纷飘来台南来看国庆烟火，估计人潮将近25万以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好整个除了精彩的节目来迎宾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把场地清洁工作做好，把交通动线做好，把这个治安环境弄好，让许多南来北往的游客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在健康安全又干净的环境里面观赏烟火，吃吃小吃，看看表演。所以呢，这个我们全台呢是都以办喜事的心情来迎接我们的国庆烟火。我们也有许多的估计的志工，大概至少有700-800个志工来迎接，包括警治安的志工，包括这个环保的志工，包括这个导游的志工，都有许许多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参与。所以呢，台南市几乎是全员总动员，大家一起来迎接国庆嘉宾。你要坐车，你要坐好朋友，刚刚要念就念这句，你可见咱今仔的龙泉产业文化活动，大家话支持，会使讲非常的支持啦。啊，而且咱看到足侪好朋友拢来参加，啊，单位嘛足侪，这边有咱的政令宣导，啊，以前政令宣导就刚刚发宣传单尔，即卖政令宣导外玩游戏，搁有足侪活动，啊，搁有咱足侪产业的，咱营养细胞吼。那呢，蚕丝被、蚕丝、乌豆啊，搁鹅肉，啊，搁文旦。现在都无文旦呢，文旦早就卖了啊，吼。嗯，可见咱的文旦话有销，所以吼，伫遮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啊，也嘛要祝福各位好朋友，啊，各位参加的，各位啊，咱的啊，这个钻石婚楷模，钻石婚啊。结婚60冬啊，吼，为咱即摆我都还未60岁，你结婚的时候我还未出世的，哦，可见的是还是，哦，这个情比金石坚，哦，的咱的钻石婚，哦，啊，所以你家啊，结婚一假期啊，祝福你，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今日活动圆满成功，多谢大家，谢谢。